老玉，别冲，慢点，慢点。好，三哥，你走那道绕，你别过来了。来，漠河美不美？美。导游帅不帅？帅。你们最可爱。朋友们好啊，我是勇敢的阿林，好久都没来河边咱们这小营地了，甚是怀念啊。今天呢是带着十个南方的小土豆来的，他们是来自广东深圳的，是位客人，带他来看看咱们河边小营地，一会儿让老福给咱起网看看东府啊。他们都是富婆啊，那都是富婆，那我更得摔他了。你找你摔摔好了以后，你就不用少奋斗了。哪个里有谁有谁最有分量摔人？那个霞姐啊，肥外号肥姐，那是我老客户了，经常来找我玩，那嘎嘎有钱。那我就摔他了吧。你一会儿来个暴姐摔。来，我就是少奋斗30年了，不就不用奋斗了，余生少奋斗，不用奋斗了。对，净剩享福了。看我老叔这小花袄一穿，到城南宝庄了。城南宝庄上。起鱼呗，一会儿起不起啊？来玩会儿呢。啊，玩会儿吧，玩会儿呗。过来，这里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雪。其实漠河这冬天啊，还是很美的。在夕阳下的白雪，给人一种非常肃穆、凝碧的感觉。干不好就挨骂啊！我老叔脾气一点都不好，干不好就挨呲儿，反正我是不干。我只看，你知道吗？可远观不可亵玩焉。那我也不整了。没事没事，开玩笑开玩笑。干我！不能，一会儿咱干，咱仨就得扔冰窟窿里。直接给他扔。给他直接冻上，对，让他不咬钩。不然就是不冒水的时候冻。对。一冒水就粘签子，不那啥了，不块夸夸往下了，给我试一下，给我试一下，三个三个。这假模假样的耀哥在这里。来，戴哥，不是，定，纯属摆拍，耀哥这是。哎，等我来，来这个。你干啥呀？我爹的眼面没得结冰上去啊！你看他做有啊，你有啊，你结冰啊？真噶？系啊，呢度啊，喂，结咗层霜吓。来了！别打住！看看今天咱们有没有更好的运气啊？看看咱们南方的小土豆能带来更多的运气不？小土豆，小土豆有个，大土豆，好像没鱼呢。还是等待。还是吃白果肉了。没有，等一下，真的没有。今天空军了，老叔。有小土豆。有啥呀？哎，空军了，网漏了吧？没有。不是，有小土豆啊。有两条鱼，今天这两条鱼的话有点厉害喽。今天老叔被定在耻辱柱上了。今天收获不错啊，兄弟们啊。你就这个黄鳝能够三吃啊，一煲汤蒸蒸一鱼三吃是吧？对，这个可以。今天晚上我们十个人的话，你就惨捞这条鱼哦。是吗？倒霉呗。我今天漏了，这是黄鳝，这是黄鳝。这里面有个水耗子，老抠我。完蛋了！今天的话，只能一鱼三吃了。那是一赔了。兄弟们啊，今天的话有点失败，老叔被钉在耻辱柱上了，网漏了，鱼都逃跑了。哎，你们也不会搞个剧本呢？啊，搞个剧本，把那去买一多一点鱼放到下线。然后就拍着拿上来，这个大家都喜欢看啊。我们关键是不搞剧本啊，搞真实的嘛。全都搭着脑袋走了，兄弟们。来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黑龙江，回去的时候完蛋了。你说怎么回事？老叔从来没空过，你就赶巧了，你说。那是他们命苦啊。哎呀，而且这老哥2天没起来吧？怎么个事呢？你说。那这鱼都参加冬奥会去了。
我跟宝玉去点菜，然后我坐一下壁钩子，感受一下。哎呀，今天我们人多，先把菜点了，要不晚上吃的时候就麻烦了，还得等。到了国营美食街，给你们看看我们团餐都吃啥啊？我们那个先点了，美女，就是晚上七点那个十多个人那个，来个锅包肉，再来一个双段，对，整个什么鱼呢？我们团餐怎么样？一般，非常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肉是好吃，肉大盆，量又多。分量很多，来量就吃得惯吗？好吃，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，非常有特色。东北菜还不是想的都那么咸是吧？对对对。拉丝，拔丝地瓜，这才你看着了吗？拔出来丝来了吗？锅包肉，赏一个圈，转一圈，赏一个圈。我转的冷水鱼。等等，土豆丝，我们这土豆也很好吃。嗯，好吃，好吃，烧鸡菜，还有米饭，东北凉菜，嗯，还有肘花蒸蛋，还有个，还有蘑菇汤，还有青菜。等一下，还有合菜，还有没上完的菜。跟大家分享个小窍门，就是你们来东北玩啊，怕滑倒呢，就用更加的用力踩下去。不要说那个这样静悄悄的，那反而会滑倒。你就努力用力踩扎实，每走一脚一个脚印，把这个雪给它剁开就好了。千万切记这点。我们现在已经吃过晚餐了，然后再爬漠河的北极星广场。这个地方爬上去以后呢，能看到漠河的全貌。不对，你真的我们漠河的夜景啊，晚上的灯光照明还是很漂亮的。为什么叫北极星广场呢？因为这有个地标建筑，上面有个北极星，下面是黑龙江版图的抽象天鹅。漠河就是天鹅颈上镶了一颗的明珠啊。转过身，他们也爬上来了。Hello， 这是我们漠河的夜景，下面能看到全貌。往前走两步吧。好，拍一张。爬上来的都是勇敢者，这么冷，还有人要拍吗？看得到，你不要走的那么离那个塔那么近，没必要。你往前一点还是比较好，你不用走到那个塔下面。哎，对，你这样就有层次感啊。OK。等一下，没拍完呢。哦，要拍这边是吧？这看不出来谁是谁啊，反正能拍下来就好。加油，爬上来了，来来来。你们要一起拍吗？好，一起拍，来，咱们一起站好了，拍一张。好好好，来看我啊，来看我，都看镜头，来来来，给我们的勇敢者留下美好的记忆。 OK， 好了，爬过了，冷了就赶紧往回走吧，别冻坏了。走走吧，走吧，下去了，对，不往里面走了，下去我们回酒店。视频看到这儿呢，咱们也要说再见了，聊聊草草，呵呵，像豆腐这样的一期。视频看到这儿呢，咱们也该说再见了，然后明天就会离开漠河市，一路向北，最终沿着国境线331
穿越大小仙岭哦。拜拜，朋友们。